每晚凌晨1:47，一个口戴面罩的神秘人都会出现在韩国一家医院的停尸房内。他像是有目的一样，寻找着一具具早就凉透的尸体，最终在一个刚死去3小时的人面前停了下来。他这是要给尸体量体温吗？绝对不是，他是要将这个早已死去多时的男人，再从物理层面杀死一次。恰在这一秒，死去的男人突然怒目圆睁，尸体竟然复活了。但复活后的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只是冰冷的眼神就把神秘人吓得屁滚尿流。等医院发现尸体不见的时候，他们通过监控看见，本该明天就要送去火化的男人竟然自己走出了停尸房。医生说命中老宋的那颗子弹只要再深个0.5公分，就算耶稣来了都救不了，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找到老宋。然而更诡异的是，老宋在离开医院后在大街上找到一个废弃衣柜钻了进去，可下一秒他就从警局的厕所里走了出来。他不但拥有了异于常人的超能力，甚至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之前的老宋是一个菜鸟刑警，看见凶案现场恨不得把昨晚的隔夜饭全都吐出来，在上司面前更是唯唯诺诺，连腰都挺不直的那种。现在的老宋不但眼神冰冷犀利，甚至连上司也说打就打。复活后的老宋似乎正在找人，他命令上司帮他查一个地址。不久后，老宋根据地址上的信息找到了一个在路边摆摊的大妈，大妈好心提醒他要多穿点衣服，但老宋根本不领情。행중야말걸지마누구요누굴미워하는데요너大妈有点懵逼，但还是出于好心给了老宋一点马内。可好心并没有换来好报，大妈很快遇到了一个收保护费的恶棍。老宋在把对方胖揍了一顿后，才发现自己打错了人。接着他又来到这个人妹妹的学校，但路人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。老宋这才发现自己没穿内裤，随后便来到服装店买了一件衣服。紧接着他把帘子一拉，下一刻又出现在学校的女厕所，还当着两个女生的面公然遛女，结果被当成变态抓进了警局。这时他接到上司罗前辈的电话，在遭到一顿训斥后，罗前辈告诉他发生了命案，并让他马上赶到凶案现场。老宋担心破坏自己的计划，只能答应立即赶过去。命案发生在一家精神病院，受害者被凶手连捅了数十刀，当场毙命，同时还在厕所发现了一张没有被完全烧毁的照片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看出上面的人正是小时候的老宋。所长让人马上回去分析照片上的 DNA。 就在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次的案子是精神病患者行凶时，赶来的老宋看见尸体不但没有呕吐，甚至当场推翻了他们之前的论断，凶手有意选择了受害者痛感最强烈的部位，然后看着他十分痛苦的死去。经过老宋的提醒，法医也证实了他的说法，这是一场精心布局的凶杀案。同事都很诧异老宋的变化，但更诧异的是他们通过监控发现老宋现在不但战斗力爆表，甚至在尸体面前津津有味地吃起了外卖。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宋，那他到底是谁？就在不久前，老宋在商场遭到歹徒劫持，结果被一枚子弹命中了头部，医院在抢救无效后当场判定老宋已经脑死亡。这时一名阴间使者附身在了老宋身上，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个连老宋尸体也不放过的神秘人又是谁？剧情似乎越发扑朔迷离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